来了哎，你那个隐藏任务是啥来着？是要我干啥？啊？隐藏任务啊？不用说话吗？你不也说话吗？我也应该是是说话。差不多哈，因为我的是说话，应该也是。说不定是做什么动作呢？比如这个，跟我一起做。这个。啊？然后看看我们下面到什么环节，我们可以聊一聊这一次滑雪的体验。你觉得这次滑雪体验怎么样？我觉得感触肯定不如他们几个人大，因为咱刚从雪山上下来，所以说对雪这个东西就没有太多的，就是新鲜感，你知道吧？真的，就在山上没有我其实滑觉得到。我玩的特别开心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滑过雪。但是那种感觉真的太爽了，我也没就有是滑过雪，那也是。我以后有机会一定要自己再去玩一次，这样子。你是不是忘记 Q 我干嘛了？啊？你是不是忘记 Q 我干嘛了？啊，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，马伯伯？啊？什么呀？啊？那你想起来了，那你唱个呗，你唱一个呗。你这样搞得真的很尴尬，马伯伯。做个人吧，马伯伯。来吧，来吧，弹唱一个。好，恭喜，好意外。当当当当当。